哇，他干了太多了，我觉得。他的经历，你看，从这个，最开始在国外是吧，跟爸爸在国外生活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从基层做起，做到了运行部门。巡检员李琦，请巡检压力武器下部落检。然后呢，一心想要去考上那个操纵员，当时黄金人，然后经过了操纵员的培训。您好，请问您是张老师吗？是，我是操纵员培训中心的林奇。但是他又去了蒸汽发生器的攻关小组，去做了科研的项目。蒸汽发生器在哪儿啊？我想见见那大家伙。然后再后来又所谓的子承父业吧，进入了采购部门。林奇啊，我是真没想到这华中的采购员竟然是你啊。我也没想到。他走了一路，换了一路，然后每一步都是竭尽全力的，充满热情的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林奇的斜杠的地方吧。